料漆是不是有厚涂料跟薄涂料之分呢？这两种有什么区别？你来说漆吧，是乳胶厚漆，涂抹啊，涂抹乳厚胶涂漆从那个一般种不分什么厚薄，就这如果本身你是不对，分的。如果你要硬分的话，也可以分，像那个咱们说那个什么浮雕啊，就做那个像做造型，要做造型像浮雕啊、拉拉毛毛，啊，拉毛，包括就是也你要做些就造，是稍厚一点不，它的也那造型，种因为吗？它就是它相当于一种粘中度涂一高样嘛，吗？它要做造型。我做一个非常好的造型啊，为这了就是，做造型，可对，以做厚一点的它油要漆。做非常厚，但是它上面要造成还要造成面漆，因为它主要主你看它这个厚就是，主要是为了它做主要出主就厚是度吗？对，就是说为了好的一个造型啊，就是装饰效果嘛，嗯。就装饰效果和造型嘛，它主要就这种，但是它那个相应的可能它那个要上面还要造成面漆，因面漆增加它的一个那个。保护作用就是我耐水呀，就是耐什么空气氧也那个老化呀，耐水呀，这个保护作用。还有装饰性，就是我可以那个做成各种各样颜色呀，我就刷上一遍呀，就是你要分硬分的话，也可以说看这种做就厚它涂呀，厚涂的就是一个有拉毛的效果，就可有以那做种造浮型雕的，的效浮果雕对，跟造型嘛。对，造型。你薄的话，你做不出造型，你只用厚就的只能是在造平面型。上刷的话，一般都是用的就是薄的涂料。一般涂的就是一般涂料都是薄涂料。应该谈不上什么薄就厚吧。平，咱我们叫平涂，就是平涂嘛。